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今天我们来画那个一只手表，然后是这只，那个对，IWC 的那个七天动力的一只表。那我们画的话就当然不画很复杂，就画一个很简单的外观啊，就是说表面上面数字刻度其实它没有任何凹凸，但是等会再看怎么样吧啊。那然后呢一个就是但里面的我现在鼠标指这个部分里面这些键我们不会画，顶多就画一下这个摆陀啊，但是这个摆陀因为我没有里面那些数值，我只有外观的这些，那只能画外观部分，里面这些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做设计朋友的话也不会画这个通常的工程师用 PO 一会画好。那我们只画那个外观，就表面的这块啊。好的，那我们就先开始一下。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反正没有图也没有实物，那我们就大概画吧。那我们在那个右视图开始吧。右视图，然后点上，然后点 Sketch，点我们的草图。草图的时候，它这个的话是这样子，我之前找了很多的一个图，看了很多张，然后我看到是什么？这里是一层、两层、三层，对吧？然后它三层，那上下两层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叠加。那这样子的话，反正我就大概按照我目测那个数字来画吧，好吧？那就这样子，然后你们就跟着我这个数字画吧，因为双立方反正都要标注，跟 vinyl 不太一样，vinyl 的话你们都没有那个，就 vinyl 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对，好的，那这个我们设定21的一个半径，就是我们要用到那个旋转功能，以前对功能应该我想你们就用了都这么久了，对吧？都数值都很清楚了，对吧？那我们这样子，然后这个直径我们要三，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需要1.5半径，因为它是一个反圆角，对。然后呢，再过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3毫米左右，对。然后这时候要一个剪切，对，把这个外围剪掉。其实对，你们就看到了，其实就真的只是要这个三，这一个1.5，那它让我们可以这样子了，这个数字出来了。那我们把这个删掉先，三不要了，然后我们这样子1.5，OK，绝对标注好。那基本上，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标个1.5吧，看让它那个就是成那个绝对值。那基本上这样子我们就 OK 了，算是那个绝对标注好了。那这时候我们点 feature。点 feature 的时候呢，revolve 就是那个旋转。那这时候我们选肯定要一个中心轴，对吧？那中心轴的话，一点 A 点上，OK，哎，可以了。哈，然后再下来，我们就需要画那个中间那个部分了。中间这个部分是，你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圆，然后再从顶部那个就投影裁切出来的。那我们先，我直接画一遍吧，因为有时候解释也比较难解释。我们一样在我们的优势图。Sketch，Ctrl 加八，Ctrl 加八以后我们回来了，对吧？然后一样，我们在一个中心点这边，然后呢就这里，对，然后这里以后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先标注一下这个点跟这条线，对吧？我们只要那个0.2左右就可以了，就是突出一点点，因为正品上面它应该是有突出一点点的，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一样，然后这两条，然后 OK，就用 vinyl 用多了，所以经常用右键这个按键。那这时候我们垂直两个垂直，对吧？然后呢，我们就要这个地方我们要五的一个高度，五的高度以后吧，那就 OK 了。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那个。用到这个半圆弧工具，那半圆弧工具我们上来只要就是说有两个地方，哎，好奇，哎呀，这一个地方啊，再来一遍，可能是下面对，从这边左下，然后随便拉一个块，然后还是一样，我们只要两个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再画一条直线让他们两个串联在一起，串联一起按 ESC 退出，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三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说一个三的宽度，然后这一块的话，对，这两个点，通常如果能选线，你们尽量选线哦，选那个线的话，会那个好一点。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设定一个关系，relationship，relationship 就我们要设定好这个就是一个 tangent，
哦，看来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要用具有那个自由曲线，因为我们需要中间一个点去调整它那个曲率。因为这一块的话，它肯定是一个怎么？我们肯定调整一个垂直，对吧？因为这样子保证它是一个90度内的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这边即使在连个圆的时候，它肯定如果下面再接个圆，保证它一定是一个 tangent 的状态。那这边的话，那肯定也是了。就是所有软件都必须要掌握这个概念。那这时候即使我怎么挪，我只要挪这块就可以了，对吧？大概像，对吧？因为即使像那个 SolidWorks Tutorial 的话，有时候我看它的数字也不是100%就是这么精准的，因为有些像，曲面那些的话都是靠一个目测。对，这个真的不骗你们。那这时候我们已经 OK 了，对吧？长度我们也有了，然后这两块我们需要它是一个成跟这条线。我们反正能设定关系，我们会给它设定。但这个标注为什么那么斜？我先把它删掉。这条线跟这条线，我们设定好就是一个平行，应该不是平行，应该是那个。对，哦，果然是。我就奇怪，我那个标注怎么会是斜的呢？那这次应该不会了，果然是5.05。这次我们只要5就可以了。哎，你看下面这块绝对标注完了。那上面这个的话就见仁见智的调整了。这块的话，反正就是你觉得怎么像怎么来吧。这一块的话，像这种曲面，如果有去画过鼠标的人都知道，其实像这些都是有固定数值，但这即使你有，还是会有偏差，对的，因为它这个点你没法设一个坐标，即使可能有，但是或者我不知道啊。那我们一样，line 的话就不是 line segment 是这一条，然后你们就看到啊，这时候要勾这个 merge result，我们不要 merge 它，然后不要 merge 的时候，那这里我们就两个 solid body。两个 solid body 的时候，把这个给关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要在顶视图上面，Ctrl 加8。对的，那因为手表它反正两边嘛，那我们就随便，就反正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中间的那个部分给裁出来了，就是表耳，对，表耳的中间这个键把它裁出来。那基本上我们可能是说这样子，然后我们还需要两根结构线啊，你们可以点那个 for construction，就是直线工具也可以啊，都行，没有问题。那这时候我们要个实质的结构线，结构线以后，那我们肯定是要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它的表那个表耳的直径是22，但然后这块的话是一个我只要11，对，那这样子保证它是一个正宗的一个状态，保证它是一个正宗的状态以后吧，那。我们这里那肯定直裁就可以了，对吧？刚刚我们就腾出了0.2了，对吧？这个直线工具，那这次我们也这一块也是一样，那一个我们抽取那个结构线，那也是一样0.2，对。其实应该没有0.2那么多，只是说我只是方便我自己去画而已，就是因为没有正确数字嘛，你也懂得这些。现在的那个怎么讲，复刻也比较多，对吧？所以呢，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机密的，因为本身我也算是做这个行业的了嘛，也懂得就是这个图纸是很关键。然后我们一样把这个多余的线给剪掉，刚刚我剪错结构线了，说让它重新再来，这次也是一样，那个对，把多余的线先给剪掉先。然后剪掉以后，我们还要把外面的这个弧给画出来，给那个怎么，就说给那个它多余的这个空间嘛，对吧？那我们一样给它剪掉。那一样剪掉的时候，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看一下哦，怎么去剪会比较好。没关系，我们就一样。等会好像我先把结构线给还原一下，因为我现在是一边想一边在画。就是不是像之前那样子想好，然后再画这样子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把这边的一个表，就是我鼠标现在指这块部分，这个内弯，然后把它给画出来吧，好吧？因为这块的话，它基本上这个圆我们可以直接先把啊，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啊，它这块的这个距离，我们去设跟它中心点一个距离吧，也，然后让它不用动，不然有时候动起来也挺麻烦的。34是我们30吧，反正多出一点就可以了，不用太多。那现在是一个绝对定义的一张图了，对吧？那绝对定义以后，那就这个表的话就是，弯的话就对，那就这里这样子呗，对吧？行，那就是从一个地方我们需要一个自由曲线，一个弧线工具。通常我用自由曲线用的比较少，除非它真的必要那样用，好吧？
那就这样子，那就这样，这个地方，那就是在这里。它这个宽度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反正偏离中心大概是1.8的话，1.8，因为我现在手上要打一张图，然后我是放了1:1，然后大概用尺子这样量，所以呢是这样子啊，我就那个。从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对，然后它因为那个曲面比较大，好，那也就这样子。OK，那我们先这样，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这样，我们先把它连上去，连上去以后，那我们首先确定一个东西，这两根线跟这根，对吧？它肯定是 tangent 的，对吧？那 tangent 的时候，这个点，那我们标注它跟这里，诶，嘿，对，是吧？十八完以后，那这个，哎，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数，这个外围曲线数，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那没有的时候，那我能怎么做呢？那我只能是说，终点上面它这个数是，它好像宽度是啊，只有3毫米。那行，我这个地方我就把它一个怎么讲？哎，对，反正就我把这个点先拉过来一下，哎，先把这个点离掉，然后我把这个点给调整一下，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点跟这根线，我想让它同一条垂直线，对。然后呢，同一条垂直线以后，这个距离是三，哦，好像1.8，对，应该是没有，好，这个没有问题了，就这样子。反正这个点就是这样子画一条线，所以说这条线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也不能这么讲。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就是。那一个，我们这里画完这边来，然后对这里，然后再下来，其实也不是，应该到这里对。然后呢，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功能呢？对的，你们都知道镜像功能。这次可能就是说，其实它是我们一画就是四个块了。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给我先，我们先把多需要的部分给一起镜像吧，一根线，然后我们选择镜像的那个，对，那根主轴，然后我们再来一遍，两根线选上，我们再来，对，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像这种，就是这类的一个影片？不知道，反正一样。然后这根线我刚刚漏选了，我们再来继续啊，好，因为你们喜欢像这种，就是说慢慢操作，因为有时候这样子就没那么。这好讲解，就是说整个跟着做，因为建模思路有时候真的很难，这样子像这样子讲。如果是想你们是喜欢说有个人家这样子做，然后你们跟着做，就这种操作型的，对吧？也可以啊，反正看你们需要吧，我这都无所谓，因为我这个反正就免费做。就是如果有你们有收获，那我基本上我就任务完成了，我就这么想。好，那个我们一样也是镜像过去，因为我通常是喜欢这就我说过嘛。Solidworks 的一个步骤越少越好，所以你看我操作，我尽量是一气呵成，反正就是尽量就最快的速度给它那个做完。然后我们下来就剪切工具，对的，你们懂得我想做什么，对。哎，好，没选上，有时候鼠标不是很灵光。好，那个一样，这一条线也剪了。OK，好的，你看还是绝对定义，证明我这个操作定义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过剪辑。过剪辑以后是怎么样的？对，我们选那个 full or both，对，也就完全裁切。哎，然后我们这时候再选择这个显示一下，行吧，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可以吧？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点凸，应该不是很介意吧？我觉得，但是有点凸，好像质量不是很过硬，不知道是不是。那就没有关系，反正就那个上面三这里五，然后这时候我们一样，这又是图那个再画一次，对，又是图这边，我们再来画一次这个上面这个块，上面这个块，那我们 Ctrl 下 F8，又是图一样，然后呢就是一样吧，反正就是从这个零零点，然后找根结构线一样。反正我们啊，可以，反正保证它水平也可以，反正就是这样子。那画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给
反正对，还是一样，把它先 OK 剪一下吧。这一边是一，这边啊、哦、不用了，我看下面的那个关联好就可以了。这边不用剪，我先把它关联好吧。然后那个对，同一个垂直线，在这里下来的话，它是1.5以后呢，这块我一定要它是3，算是已经绝对定义喽，这样子。对的，反正它一定是一个圆形嘛，这里的话，对，基本上就这样子了。然后我们就那个，OK 了，你看，这样子其实就算是一个可，那其实这里看有点大气，我觉得应该是 OK 了。然后这里我们可能导个小圆角先吧，因为正常的那个我，因为它的图我看了也是很细，那而且根据那个日内瓦那个标记嘛，对吧？它肯定是要。就必须，当然是说的是极细的，必须要导一个非常小的圆角，就是比 Nova Zero，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啊，反正啊，就是这样子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一回事吧。反正手表我也不是很熟，如果有比较熟的那个大神愿意给我普及一下的，那就给我普及一下啊。也就手表可以，就是说导这种0.2的角，就感觉非常爽，这种就是这么精细那种感觉。我觉得除非是工程师画模具，不然的话设计师很少画，说会那个有这么就是说可以做到就是这么精细，就是那个产品上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都是设计师一厢情愿的，对我就觉得我就给这么细，然后你要想办法给我完成，其实这是非常不讲道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工程师他模具上面计算就有开模角什么的，其实挺那个，挺怎么讲，挺不容易的，其实。所以说，其实设计师如果这么说话的时候，他是非常自私的，这真的不骗你们。好，这样子我们这个形状就画完了。那现在我们是两个 body 对吧？那我们这样子选择 combine 对，然后就选择 add 上面啊。啊，不是 common，也不是，对对对，反正就是两个一起，应该不是这两个吧？对，果然会剪的，这个是不可剪辑。那我们再来选一下，combine 以后是 common，不会 common 的话是选共同的部分，我们应该是选 add，对，add 的话是增加，好的，搞定。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已经是那个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的一个外形了，对吧？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对的，是一个剪辑，因为手表的话，我们不能用一个抽可命令，我们要直接去把它那个给那个怎么讲，就是说偷空，因为我们画反正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画在一起，但是呢就对，就反正还是画在一起了，但是到时候最后给别人肯定是分开了，因为通常我很少用双立方去画那个，就怎么讲，双立方去画那个。就是去做一个渲染处理，我通常就是把东西导到 C 里，然后摆好，我再渲染这样子。那这时候四十一点五呗，有点太大了，四十一点五，那就四十？难道没事？38，对，有这样子一条线吧，行吧，反正拿个整数也不坏。这时候然后我们再剪辑，exclude 对，excluding cut，然后 through all both 两边都剪掉。好，你看到，来，现在就这样子，我们回去看，那上面和下面这层我们都有了，对吧？刚刚我发现那个，我又去查了一下那个数，是这样的，我们表底的这块很薄，对吧？那上面的是对的了，然后下面这块有点薄，我目测，因为现在所有数据都是我目测的哈，然后是这样子，我觉得就那个，我们在这块，然后给它，然后对。这个可能粗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圈，对，给它加一个小块吧，好吧？那就这样子。这个地方的话，首先是内径，内径的话36，那我们给它加个35吧，好吧？让它那个后面那个框给大一点，因为我看它底部的这些其实都挺细的，但是我觉得我画那个肯定少了几公分这样子。那我们35有点多，36吧，好吧？哦，不是26，36。
对，36那应该 OK 一点。那这一根的话，我们照样把让它一个数字比较完美一点吧，没关系吧。然后反正38，那我们39呗。哎，反正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拉伸一下。那拉伸的话，反正就我们点一下反方向，对吧 ？Mesh with saw 一样，这次 Mesh 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然后一样，我们这次应该3吧，好吧？三对，一点点就好了。反正机芯我们不画。但是那个防镜片我们再去弄一个吧，好吧。然后这时候我们底部的应该是个玻璃镜，那我们再把这个玻璃镜给先画了吧。那玻璃镜画了以后，对，反正你们渲染的时候不行，上网找一张图，对吧 ？P 上去也可以，因为那个机芯我真的没有数字，而且设计师真的很少画。啊，这次就不用，这次就这样子拉这个圈，那0.0，其实也不用了，直接零吧。零的话，反正就是那个点一下，然后这个数拿了，对吧？那我们直接拉，但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呢？这个2毫米的一个镜片应该够了吧？蓝宝石的话应该，或者能再厚一点吧？我不知道，反正就2个块，对吧？我们就通常就这样子，反正就一起画好2个键，然后换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一样回来，我们带一个 white view，white view 的话，反正就是我们一样那个继续这里。然后这时候它那个表应该是有点抛的，那抛的话，但是它那个边又很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找这个，对，我需要这条线，这条线的话我们就3点吧，还是要，那在这里一条，然后正中间再一条吧，好吧，对，然后就这样子，小抛就可以了。然后是这样子，这条线的话就这个点跟这条，我们应该就应该0.8吧，我看，哎，不是10.8，0.8左右应该就 OK 了。对，然后再这样子吧，好吧，应该是啊，我们回来一下，还原回去。那这里因为我看应该因为这些所有你说如果说这种光学啊什么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对吧？然后这个我们就2好吧，往下偏差2，这样可以吧？那我们要把这个图给画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垂直，然后 ESC 取消，我们再垂直再 ESC 取消，好吧？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嗯哼，哎，这一下就这样，哎，可以，反正就是我还是设好一条，还是这样子，反正就是这根线它一定要，对，反正就是不要比这个，不要中间那块不要，对，就我想要是这样子有个铺面啊，这样子吧，那个我画成结构线吧，还是。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再这个 tangent 一下，哎，这样子数字就很完美。那这根线我想拉下来，对。然后呢，剪掉，对，这样子旋转就非常完美了。OK， 然后这样 ，line 的话不是 line for， 选择 tab， 哎，对，你看一选，哎，等一下，不要 mesh result， 我回去检查一下，对。哎，你看到了。就是不要 merge， 那这块的键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就能不能调成那个半透明的，不确定的。嗯，视觉上反正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吧，隐藏一下。那刚刚二，那这样子，我们这时候就需要那个底部的这个，底部的话我们可能要设定的一个，不对，应该这样子。先把显示了，然后再把这个不是把这个给打开，再下来，再把这个 top view， 然后我们用这个这里的 reference geometry， 对 reference 啊，怎么卡了 ？OK， 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好吧 top plane， 我们不用 delete。那我们这时候10，但是我想不是，哎，
十好像不是很高，五呢？五有点那个太，哎，五有点太低了。六，七，七应该差不多，我觉得。七，那我们这次回来，把这块给隐藏一下，再这样子 sketch，对，换取这样，我把那个词典关一下。这个也关上。WPS 这个好烦呢，最讨厌用这个软件，不是为了那个办公软件，真的不想用它，很流氓，老是那么多的那个小广告，很让人讨厌。一样，出去结构线就可以了，然后一样是零。这一次 OK，就这样子。我们再拉伸一下啊，这个不用二一就可以了，反正有个小片。OK，那你看到这时候，你们可能，然后我把这块给先给，然后我们把这块，你看现在应该还 OK 了，整个表面会不会太那个？应该还行吧，它有点这个铺面，我觉得。对，反正就然后再继续，我们下来画那个。倒圆角的话，后面再倒吧，好吧？因为这里看它其实有点小小的，这里，所以我外面我为什么一直留个0.2？你看，应该不是完全切合的，或者有这个表的朋友不介意的话，可以拍个照给我看一看，还真的没见过这么贵的，嘿嘿。然后倒个角吧，还是这里，就是该0.1的全给它倒上吧，好吧？对。这些地方，反正就尽量倒的像一点呗。我也希望给它画的像一点，这样子。诶，奇怪了，这一块，下面这块是怎么来的？这块是哪里来的嘞？知道了，里面那个玻璃，里面这个玻璃的话我做了一个错误了，是这样。然后up to face 选择到一个面就可以了。好吧，我懂了。这样子 brand，那我们这次叫 offset，2毫米，OK。好，这样子就可以了，非常的完美。好，我们继续倒我们的角啊。对，反正这时候就你们懂了。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反正就是说，因为它是分开这，我们现在有三个 body 了。那三个 body 的话，就是说，对，就不能说一起倒角，就是说你倒角的话，只能在一个 body，不能倒两个。那这时候这么一倒，其实也是非常精致的，慢慢看到了。那继续再倒一个sorry。老师点错，我们继续来那个画一个0.2，希望你们我这次估计试一下做一个长一点的，如果你们觉得不会无聊的话，就告诉我一下，然后下次就这样做一个长一点的嘛，或者对看要不要那个，就是说要不要做那个30分钟的，如果你们想说真的我去做一次那种超长的，我也不介意，看你们需求吧，你们想做长的就做长的，不啰嗦啊。想做短的就做短的，然后这里一样，对，我们通过这里再下来，OK，应该是可以了吧？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我先把步骤先给拉回来，先把那个倒角给，对，我现在倒这两块。然后这两块，0.8，先让我那个 PQ 一下，不够，不是很够大，我懂了懂，那一个，然后这里这一块，这里也是，然后这一块的话应该。0.8好像也太大了，我要不改成0.5吧？
因为这个真的是完全看一个个人视觉了，这样子。然后，EVA 这里的话，里面的内测。然后想研究的朋友，麻烦就谷歌上面搜索一下吧。真的，有时候这个数值上面的东西吧，真的是感官的，真的感官不骗你们。OK，2R，我觉得这样子会像一点哈。那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倒角先往回拉啊，双六就这点好，像万隆的话就没办法做这个了。好，然后我们再把内侧这些给导完，这里再来导一个角。啊，做类似钟表人其实也挺累的，我觉得，真的每次玩这种细节，这么多的圆角。但日内讲回去，刚刚那个日内瓦印记的话，真的不确定要不要那个，表壳我不知道要不要，我只知道机芯是要，它我不知道限制的是整个呢，还是说只是那个机芯。好，那个现在我们整个倒角也倒完了，对吧？零件什么的，但是双六怎么调一个透明模式呢？我好像还不知道耶，还是说它是没有那个透明模式的。反正现在这么看，我们有这个形出来了。然后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你看它非常锐利的一个边，对，你们可以多多看看这张图，这是我最爱的一只表啊，对。然后呢，我们再下来的时候，表冠的话，我们可能只要画那个，我们只能就是旋转，然后画一下就行了，因为，对，我们不说那么多，还是画吧，画吧，好吧，那一个，然后这次选一个。我们先把那个 Watch View 好像不行，Top View 啊，我们 Watch View 还再设一个，那这时候就是零先，然后90度，Wireframe 不是 From，应该是 From 啊，不用不用，我们再 From 就可以了，想起来，对，我怎么这么傻呢？From。然后我先返回来，不然看不到所有的线。那 from 的话，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我一样，然后画个圆。这个圆，反正我就先剪一个口，这样子，这样子。对，我通常习惯是这样子，这里只是拿来做一个对称用的。哇，他们画那个。什么？他们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他们说钟表的那个是工程师来画的，就里面的这个键，所以画起来其实挺痛苦的。这么讲，那应该里面的这个键的话，反正我也不知道数字，我只是负责开个口啊，开一个小口是吧？那我们就这样子，excluding cut，对吧？exclude cut，那就我们就把这个，反正表冠是在哪边都无所谓啊，因为你们懂的。好，那个我们就这样子穿了一个孔了，对吧？另外一边就不用了吧？那这时候我们回去我们的 white view，那 control C 啊，不是 control A。那这时候我们这个表冠已经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我们先把这个表冠先给旋转一圈吧，行吧？那这个直径的话，反正就是0.7左右。那我们先0.7，然后把这些细节给画出来先吧，好吧？0.7，那就是 sketch，那就这里，那我们这样画，我们这样是那个，可以吧？哎，这里，其实我不想从这里开始，那我们一样从这块先给画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再一个小铺面，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小铺面。对，没事没事，我们这里我们需要一根结构线，对，这里是一根结构线，然后是这样子，结构线，然后呢就这一根线我要让它分钟，对。那就这样子，对，middle point 以后，那这根线反正我不用它贴合了，反正它穿我想让它穿进去这样子，那穿进去反正就是这样子，这里二，
然后这里呢，所谓钟表嘛，对吧？我觉得应该会，点不到吗？OK，也行吧，0.2，那肯定是很精准的嘛。然后这一块的话，一个那个什么的，应该是哦，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三，OK，那这里应该是二，这里是2.5，2.5，OK，然后2.5以后，这里是那个最高外围是八，也就是四，对，哎，这表冠挺大的，还得那一个。然后，哎，不好意思，这块删掉一下。no，然后不是讲座，总是继续，然后这样子。其实这里应该好像还有一个卡呀，这样吧，这里再这样子吧，我们再画一个这样子的小卡吧，该做细就做细一点吧。这个2.5我们先取消吧。OK，然后就这样，0.2吧也是一样，然后这一块也是0.2。然后这块也是0.2，0.2对，然后这块就是刚刚的2.5，是的，2.5以后，对，它有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曲面去剪它，那这块的话我们有点斜，那这一块的话，我看一下那个面积啊。上面的是哦，周五，OK，行，懂了，那就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OK，那就我们再继续，这边的话，然后再点一根这根直线，然后这。这一边对这两个，我们 tangent 对 tangent 以后呢，这两根线我们要五，说那个这点麻烦了，很多时候没有点到，是我鼠标问题吗？5，OK，好像不行嘞，看来这样子。四也不行吗？哦，不是33，哦，不是，OK，三哦，我算错了，因为直径是那个2.5才对，因为直径是那个，所以我应该减一半，对。然后再下来了，我要看一下这个长度哦。这个长度是，哦，四，那就行，四，那就 OK。把这个拉出来一下，然后这个长度哇，画钟表真的好累耶！你这个，5.54，OK，然后就我们把这个拉回去一下吧，行吧？这个就这样吧，然后再给它标个角，105吧。